我係咪出力咁大啊？係啊，今次應該係第二次嘅換，唔係第三次啊，第三次嘅户外 show 啦。咁就我今次我覺得自己好似淡定咗少少，所以自己都幾開心。我未講我先 ，sorry。我今年加入樂壇，競逐新人獎，有冇信心？我覺得今年已經好開心啦，因為做到好多首唔同曲風嘅自己啦，咁所以就我覺得對自己嘅作品已經係曲風同滿意啦，咁所以就呢啲就盡咗力就可以。自己有冇投票啊？即刻我即刻投票。冇，我冇，係冇。咁啊，洪家豪俾人抽咗十二強，有冇安慰佢？咦，我陣會見佢喎，又我諗都又冇喎，咁大家都係friend 底都會。溝通下，跟住大家話，其實喺 show 大家見面都幾開心啊，因為好似一個見朋友嘅地方咁樣。咁啊，行攞邊一個獎項？攞行咩行唔行？邊一個獎項啊？十大歌曲啊咁樣咧？我啊，哦，好行喎，獎一嚟就得啦，係。係啊，啱啱去新加坡做嘢，咁就係哇，原來真係好多美食啊！咁所以差唔多一日都食咗七至八餐，咁我自己都覺得哇有啲誇張。咁好彩我就早晚都做咗個帶氧運動啦，所以就都消瘦到。OK， 而家係咪都夠多出碟？有排出碟應該出碟可能要十幾隻，所以就係咯，努力出多啲歌先。係有冇傾緊啲迷你演唱會咁樣咧？迷你演唱會都有冇傾啊？可以問下經理人先。咁啊，但係都自己一直練下歌先，係啦。系啊，喺新加坡见到我偶像李东旭，哇，好开心啊！即系真人嗰个感觉系好点讲咧，好亲民啊！咁同埋好靓仔，咁我自己都好心心眼，咁啊不断就心心眼咗全程系。系啊，嚟紧落过几日咧就出新歌啦，咁所以我自己都好紧张又期待，因为今次呢个 MV 咧，我觉得系好唔同啊，同我之前嗰几个，咁就比较系多 CG 上面嘅嘢啦，咁就都好期待个作品出嚟，因为我自己都未睇，咁同埋今次呢、這个首歌咧就揾咗黄远之前会帮我写啦，咁所以就我自己都觉得系一个好开心同埋一个好节奏比较快嘅歌曲嚟啊，系咪自动邀请黄远之写噶？系今次系拍戏嘅时候邀请黄远之前会写嘅，系。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记得揿埋个钟仔啊！